我已经从去年六月份已经没有出现在大众面前了，所以今天稍微有一点紧张，如果一会儿表现不好的话多包容一点。我想参加拳击比赛。啊、哦、要减肥？不是，我要参加拳击比赛。好，麦克抱抱，41岁女星贾玲真枪实弹练拳，一年瘦50公斤，减掉半个自己。なんでボクシングなんか始めたんだよ。是2014年日本电影《百元之恋》描述超费又社恐的邋遢宅女和妹妹起了肢体冲突，退无可退，只好前进离家走自己的路。她被前男友激到啊，开始有兴趣和生活重心就是练拳。小人物大励志，很好哭呢。2014年，贾玲改编该片，自导自演中国春节档电影《热辣滚烫》，哇，不到三天票房冲40亿元呐、啊！什么梦想啊？走路就被家里惯了。他打什么拳？这人怎么30岁了，人不能好高骛远。差不多得了，摔的谁呢？我想跟你分手。你说你年纪轻轻的不干点正事儿，将来咋整？为什么一直不出去找工作呀？不是很擅长跟人交流。你说你这些年你为这家做啥贡献？活活不干，给你找工作工作不去，你想干啥呀？其实我挺喜欢拳击的。两个人打成那样，最后还能抱在一起，我以为想得到拥抱，只有对人好才行呢。我想参加拳击比赛。啊、哦，要减肥？不是，我要参加拳击比赛。你在电影院看到的是贾玲用电脑做了一个这个，你会被这个故事打动吗？因为我有想要表达的东西，我想表达的东西它必须用真情实感，必须用血肉汗来换，对生活失去希望然后很笨重的感觉，然后我就开始吃，就一直不断的增到，我觉得当时我记得增到210吧。我属于天选那个健身人，就是我的腿很粗，你也知道腿部有力量的话就是运动起来就会底盘很稳。如果我能够扛得住这个打，我就能拥有这个镜头。我从来没有认为我的胖是大家喜欢我的理由。三立娱乐新闻，爱已至此，怎样的说法瘦能成为理由？报道。三立新闻网的所有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奶哥，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小 S， 我是吴瓜，我是波比天后王彩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我是三立吴珊如，我是李婷，我是王静，我是潘若迪潘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于翔全。大家好，我是柔柔。这个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祝三立新闻网的朋友们，祝各位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，祝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龙年
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开心天天就在吉祥物，心想事成，幸福满满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身体壮如龙，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越来越好，身体健康，顺顺利利，龙年开，龙年欢喜，龙年大发财，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好运滚滚来，新年快乐，而且希望大家都笑得合不拢嘴，龙光焕发，好运龙中来，我的爱龙合力，祝大家好运龙中来，祝福大家天天开心，天天快乐，欣欣向荣，生意兴隆，龙飞凤舞，像一条龙，你龙我龙，今年会红，心配健康，万事如虹，全家可以和乐融融，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龙心大悦，生龙活虎，龙年行大运，恭喜发财。你想在山里看到我吗？今年有可能。我比哟，爱你哦，赞啦。